拖延症不是病，拖起来却很要命。搬进去之后一直都没有粉刷，第三胎了，我说那我坐月子的时候你可以处理吗？他说好好好，现在小孩已经三个月了，我们家还是没有粉刷。他每次送我都迟到，我就跟他说快一点快一点，他说没有人这么早到的。侯昌明就是社会的乱源。周一到周五每晚八点，请锁定26频道未来综合台女王大人 See you。